出家门，厝的头前就是往内横，横横看去无半间。好 ，OK， 大家请。欢迎来到2016台湾乐团潮，让我们欢迎孩子王。大家好，我是位高雄来的，我叫金娜。第一首歌，走前。斗三工，是袂叫我安怎办？有人为着无钱在压榨，有人为着亲人的下压榨，有人为着工作在压榨，有人为着厝内冤家压榨。走前的人生，走中的快乐，总是会有无顺序。像火在烧，水在涨，找无方法来解决，是袂叫我安怎办？一个心肝结归怨，亲像锁啊绑安安，予人抓安安，找无人来斗相共，是袂叫我安怎办？有人为着无钱在压榨，有人为着亲人的下压榨。有人为着工作在压榨，有人为着厝内冤家压榨，走前的人生，走中的快乐，总是会有无顺序，唔通予人看袂起。走前的人生，走中的快乐，总是会有不如意。大声高叫！
多谢。你这么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打拼，只有五天给咱歇睏，思考这条路要安怎行。你想这条路一直在变化，几条三百公里要爬塔，只有八公里给咱喘气，思考这条路往倒位行。半路头前的路有我行，就算头前的坎拢在打拼，阮嘛不惊。人生的路本来就无人知影，千万莫嘲笑，双脚等你来大家。哦，我们今仔透早五点多坐通联起来，想讲高雄已经落，昨昏已经落几天的雨啊，来到台北去，嘛是会落雨，结果阁袂歹，遮天气。啊，我是高雄来，阮叫囡仔王，孩子王，大家要是识我的话，会使搜寻一下。粉丝专业，先点一下赞的，啊，大哥豆豆也识识啊。其实阮足少咧起来台北表演的，所以豆豆要起来台北，我感觉足欢喜的，足兴奋的，因为台北足侪人来看表演，很喜欢这边的风气，看表演的风气。好啊，其实已经无啥物日头啊，大家使尽量我舞台前啊，其实嘛袂热啊，嘛袂曝日啊。哎呀，莫不客气，尽量来头前。好，过来这首歌，《异乡男儿》。
手，听人在讲，荣华富贵，伫这个台湾第一城市，踏出这，看到恁所讲的那栋大楼，想的拢无同。看到恁所讲的这的少年人，哪会甲我想的拢无同？台湾第一城市，敢真啊这呢忧愁伤悲？异乡的男儿，咱想的拢是同一味，需要一双满地来维持当初的志气。着红日旗，想着故乡，我着流走泪。听人在讲，山顶海面，伫这个繁华闹热。都市听人在讲，荣华富贵，在这个台湾第一城市，踏出车站，看到恁所讲的那栋大楼，哪会甲我想的拢无同？站在路上，看到恁所讲的这的少年人，哪会甲我想的拢无同？台湾第一城市，敢真啊这呢忧愁伤悲？异乡的男儿，咱想的拢是同一味，需要一双满地来维持当初的志气。着暗日期，想着故乡，我着流走泪。坐下。多爱修歌，我有发你那有一个 MV 现场的 live MV 啊。然后讲要讲 live warehouse， 结果我掉去了 live house， 我把讲 live warehouse， live warehouse 是伫高雄的一间 live house。对对对，不管啦，反正就是李雄南里伫我的粉丝专页有一个 MV。啊，你若感觉这条歌袂歹，再去哩听看麦，啊，帮分享。我叫孩子王，囡仔王。甲这首歌叫《二十四》，新歌听看麦。一冬落地啊，也是空空。旧年生个愿望，心内真多的不甘。春夏又到秋冬，阮搁在四界探，会晓的无半项，已经有人做状元。
二十几人抓袂牢的时间，今年生日愿望袂当后悔一世人。春夏又到秋冬，该幸的嘛幸运，就算袂晓半项，嘛袂继续做眠梦。眠梦啊眠梦，阮拢袂怨叹。眠梦啊眠梦，阮拢欢喜甘愿。这是阮要行的路，不管有偌济阻挡，阮头底嘛爱一直向前冲。这是阮要行的路，不管有偌济痛苦，嘴紧咬的嘛爱一直向前冲。时间，今年生日愿望袂当后悔一世人。春夏又到秋冬，该幸的嘛幸运，就算袂晓半项，嘛要继续做眠梦。眠梦啊眠梦，阮拢有怨叹。眠梦啊眠梦。阮拢欢喜甘愿，这是阮要行的路。不管有偌济阻挡，嘴紧咬的嘛爱一直向前冲。这是阮要行的路，不管有偌济痛苦，嘴紧咬的嘛爱一直向前冲。多谢。然后，阮预计啊，伫明年五月、四五月，发行阮的第一张专辑。所以到时阵，若去台北巡回时阵，大家人会使尽量买票去买看。来专场，我的专场会让你足感动的，会让你流目屎，搁流目油。好，再来一首歌，咱的所在。阮踏出家门，厝的头前就是王乃恒。远远看去，无半间西门伊咧问，只有阿婆的鱼羹干妈店。
踏出家门，看到屋子上的好上少问，逐天的心情拢非常欢喜。伫这个大家拢真善良的田庄，一片土地有我的背景，有我的来历，自我出世就伫这生活。这是咱上快乐的所在，不管伊有偌呢残卡，伊永远是咱的渴望。门厝的头前就是往内巷，远远看去无半间西门伊咧问，只有阿婆的虚影。干妈的，阮踏出家门，看到屋子上的好上少问。逐天的心情拢非常欢喜，伫这个大家拢真善良的田庄，一片土地有我的背景，有我的来历，自我出世。就伫这生活，这是咱上快乐的所在。不管伊有偌呢残卡，伊永远是咱的渴望。多谢。再来是阮今仔的最后一首歌，也是为高雄来的囡仔《海之王》，同款啦，大家就是等伊再搜寻一下。然后真感谢大家来看阮表演，最后一首歌《Lucky Kobe》。
情甲我创治，你小歹的面，予我惊甲要死。香日头的你，无烦无恼的面，敢真正关心？可悲，你的悲哀安怎讲起？你寂寞的面，予我看袂落去。摇脚床的你，假鬼假怪的面，敢真正关心？敢真正关心？情甲我创治，你小歹的面，予我惊甲要死。香日头的你，假鬼假怪的面，敢真正怪事？可悲，你的悲哀安怎讲起？我看袂落去，摇脚床的你，假鬼假怪的面，敢真正关心？敢真正关心？多谢，我是金娜，多谢。让我们掌声谢谢孩子王，接下来可以到我们的黑舞台去，观赏我们老猫侦探。